南美洲正值盛夏，慈济人的热情力邀民众莅临慈济巴西联络处。过年领红包的习俗，华人一解思乡情，其他族裔朋友感受新奇。竹筒岁月传千里，岁岁年年回娘家。会有贺新年，让巴西和全球慈济人共沐法喜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刘如珠、李金满，巴西报道。